总算是把两个丫头送去上学了。今天程昱终于可以把家里的事情忙回去了。送我的一个按摩枕，看，就是这个，这几天用下来还不错，力道大。我先去按一会儿，再打扫卫生吧。它全身都能按，后面这个袋子还可以绑在椅子上，按按腰，按按背。像平时做家务啊，长时间弯着腰特别不舒服，就得多按按。躺在床上还可以按摩脖子和小腿，缓解一下肌肉酸胀，还可以这样按摩一下小腿。你看，它是由两对子母按摩头组成，按摩的时候可以贴合人体不同的部位，还有三档力度可以调节，这是一档、二档、三档。我感觉自己是比较吃劲的，之前小戴给我按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我这个三档就特别的舒服。我要多按按，特别是这个腰。它还有这个热敷功能，那个亲戚来了就用它暖暖肚子，能缓解不少呢。妙姐这个可以充电用，也可以车载充电，特别方便。像小戴这样经常开车的人也需要一个的，在车上按摩多舒服呀。妙姐承诺24小时发货，早晚都会发一次，保证及时送到。他们家还支持1年之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2年质保，终身免费维修的，对产品品质特别有信心。现在搞活动有优惠券了，在评论区领取，算下来就一次按摩的钱，送老婆送朋友真的很不错。Thank you.
前走，跟你想走走，想就走，我陪你左右，满脑子都是在想某某。